首先谢谢大家今天天气不好还来参加我们第三届的 Java Community Conference。那我是今年的总召 Steven。那 Java Community Conference 呢，主要是由台湾的 Java User Group 所发起的一个活动。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上面的 QR Code 找到我们的 Facebook 的 Group 或者是粉丝页。那在活动的过程中呢，请大家注意几件事情，就是活动的期间呢，请全程帮我们佩戴识别证。那在会议厅的里面呢，请不要携带食物跟饮料，那并且不要在里面做饮食。那如果你是手持有瓶盖的瓶装水的话，那就可以带进来没关系。那再来是，如果你旁边你有用到座位，那请不要只是把包包放着，然后站着座位不入座，希望可以留给更多的人一起参与我们的会议。那在活动守则方面呢，我们走的是 COC 的标准，那请大家呢尊重所有的与会人员，请不要做言语或肢体上面的骚扰。那如果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，请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。那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呢，如果大家有需要使用到 WiFi 的话，可以透过这两组。那这是三楼的我们主要的场地，左右两边是用餐区，那中间呢有我们的赞助商摊位，请大家可以在休息的时间往赞助商那边去做活动。四楼主要会开放给中午做用餐使用，那晚上呢我们会有 BOF， 欢迎大家也到四楼去做参加的动作。那整个活动过程中呢，如果大家有使用 Twitter 或 Facebook 的话，可以加上我们的 JCConf 的这个 hashtag。那如果你有使用 Git 或者是 Hackpad 这样的协作工具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透过这两个 QR code 那进行线上的一些讨论。那在 workshop 的部分呢，请大家出示你的 KKTIS 的票券，我们会优先让有 KKTIS 票券的人入场。那在 workshop 的开始前五分钟，我们会开放候补。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参加 workshop 的，但是你没有买 KKTIS 的票券的话，那就请你只能在开始前五分钟去做报道。那在 workshop 的部分呢，有讲者已经先提供一些行前的事项，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你有没有做到这些事项，方便整个 workshop 顺利进行。那我们有一些小活动，大家可以在我们三楼的走廊看到我们有一些涂鸦墙，那也欢迎大家去那边做投票。那如果选项不够的话呢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增加自己想要的选项。那我们有在三楼的左侧有保留三个社群的摊位，那如果有社群的朋友想要在那边办一些讨论或者是活动的话，也欢迎到服务台去做报名登记的动作。那再来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，就是发票。这一次的发票呢，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预计会在下一周内会统一，就会开始陆续都寄发到各位的手上。那除了如果你是把发票捐赠出去的人，可能会收不到。那感谢一下我们今年的赞助朋友，首先是黄金级的赞助商东森，还有 Softleader。那白银级的赞助商有方批跟 Appear， 还有 Oracle 买西阔。青铜级的赞助商有 Expose、UID 跟电子报。那特别感谢一下阿里巴巴跟 Bookshow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东森为我们进行五分钟的议程。